下一位张华峰议员。啊，主席，即系记得喺五月二号咧嘅两个星期前，我哋嗰个财委会议都有个会议噶，已经讨论过你有关利益冲突同埋是否避席嘅问题。咁啊，而且当时咧会议已经否决咗范国威议员提出终止新界东北发展呢个项目拨款嘅申请嘅议案。嗱，今日我哋又再即係舊事重提，係咪浪費咗我哋嘅時間咧？雖然咧，陳偉業議員現時提出嚟名義上係一項新嘅議案，但係咧都係新瓶舊酒，新福皮，講嚟講去都係你嘅利益衝突。我覺得咧呢次唔應該再花長時間去討論，因為上一次嘅論點已經充分嘅討論過，而且我哋希望最好能夠今日直接表決，唔好再拖，拖咗對政府、對市民，都係唔好嘅。